要去哪儿？把孩子给我，给我。哥，你要干什么？妹妹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你生的只能是儿子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二哥。眼下唯有让臣前去边关，收复镇国公的兵权，才是最稳当的办法。慕容藏，你这是找死！朕倒是觉得，云娇那姑娘，镇国公十分疼爱。陛下，我们的事情，请不要让云娇牵扯进来。她爱上你，就已经牵扯进来了，不是吗？陛下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慕容藏呢？听说你掌握了镇国公伏法的证据，证据在何处？慕容藏在哪儿？除了他，我谁都不会给。你是他仇人的女儿，你觉得你们两个有以后吗？此去关外，是我一个人的选择，你们就此散去。天高水远，各自珍重。誓死追随督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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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誓死追随督公。好，出发。是。是我问你啊，你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哎呦，我的督公千岁爷呀，陛下急召您入宫，快随我来吧。慕容藏，你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老老实实待着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对不住我的有很多，你和我对不住的偏偏只有你一个。如果我们只是寻常人家的两个孩子，该有多好。慕容藏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你的命我来改。我想见镇国公。喂，你以为我真的不敢弄死你啊？你不愿意把慕容藏让给我就算了，你现在真的想抢走我爹，把我赶出去啊？爹，你看在我找到云娇的份上，你就留下我吧，可以吗？以后云娇就是你的妹妹。是。父亲，为什么我这么努力，你都不能认真的看我一眼？云娇这么多年未见，却仍把她捧在心上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让我利用的价值？那你又算是什么东西？我已经回家了。今天，若是你继续留在镇国公府，那以后